蹦擦擦蹦擦擦，我们一起跳舞吧。爸爸妈妈快来呀，我们一起跳舞吧。拉拉小手转个圈圈，我们一起跳舞吧。来吧小宝贝，爱跳舞的小宝贝，一起跳舞笑哈哈。感觉最棒啦，拉拉小手转个圈圈，我们一起跳舞吧。来吧小宝贝，爱跳舞的小宝贝，一起跳舞笑哈哈。啦啦啦啦啦啦啦，是谁的声音？猜猜猜，是谁的声音？啦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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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啦。听听听，是谁的声音？猜猜猜，是谁的声音？啦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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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大大还没醒呢，小朋友们，我们一起说咒语把大大叫醒吧。还记得咒语是什么吗？大大噜啦。对啦，和我一起说，大大噜啦。嘿，嘿，我是达达，他是噜啦噜，达达噜啦，达达噜啦，我们的游戏就要开始啦，开始啦！嘘，小朋友要安静哦。这是谁的声音呀？我要蒙上眼睛猜一猜。哈哈，这样我就看不到了。你们能看到吗？能看到。那请你们给我提示哦。好，这是一种动物的叫声，对不对呀？对。噜噜好像知道了，不过还需要你的帮助。告诉我，它的嘴巴是尖尖的还是圆圆的？尖尖的。哦，那它的尾巴是大大的还是小小的？大大的。哦，我知道了，是大公鸡的叫声。哇，没错，就是大公鸡的叫声，太棒了。让达达选一个最美妙的声音送给你。我找到了，送给你。谢谢达达。
啦噜学的真有趣，现在轮到你们了，小朋友，你们会学大公鸡了吗？大公鸡唱歌了，大公鸡会叫我起床了，起床啦！大公鸡有漂亮的花衣服，大公鸡头上有个鸡冠，可帅了，大公鸡吃米是这样的，好香的大米呀，嘟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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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嘟。大公鸡啄米的是这样子的，嘟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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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大公鸡把全部的米都吃掉了，好棒呀！大公鸡狗狗狗狗狗狗。你们学的声音好有趣，哒哒好喜欢，让哒哒再选一个最美妙的声音送给你。我找到了，送给你。听听听，是谁？Thank you.
轮到你找了。小朋友，快来找一找小兔子藏在哪顶帽子下面呢？在这里。哦，帽子要变换位置了，你还能找到小兔子吗？注意，帽子又要变换位置了，这次你还能找到小兔子吗？在这里。小鸭子呀去春游，一二一，一二一，向前游呀向前游，一二一，一二一。小鸭子小嘟嘟，你在做什么呀？小嘟嘟在浇花呢。哦，我们一起来跳舞吧。好啊，来跟我一起。小朋友们，快来跟鹏鹏一起跳舞吧。跳舞吧。
像蓬蓬这样游哦。哦，我们练起了游泳吧。哇，游得真快呀。哦，跟着蓬蓬游起来。游游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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游，太有意思了。游游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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游。小朋友，快点快点站起来，一起游泳吧！来信啦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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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哈哈，小朋友们来信啦，哈哈，小朋友们来信啦，鹏鹏好高兴，快让鹏鹏来看一看吧，让摩尔看看，让摩尔看看。哇，这么多小朋友的来信呀，让摩尔从里面选一封吧。不，我选谁呢？选谁呢？我选你吧。大家好，我是赵振熙，我今年两岁了，我给大家背首诗：白日依山尽，黄河入海流，欲穷千里目，更上一层楼。快来联系我们吧，给鹏鹏写信，写封信，给鹏鹏发呀发邮件，关注微信微博二维码，再来官方网站看一看，嘿嘿嘿，快来联系我们吧。手妈妈再见，我们挥挥手，小朋友再见，我们挥挥手，今天游戏就要结束了，我们明天再见面，再见了，再见了，再见了，鹏鹏再见，我们挥挥手，托托再见，我们挥挥手，小嘟嘟再见，我们挥挥手，今天我们玩得很快乐，